大将军，请留步。怎么了？皇上正在纳妃娶亲呢，您这身衣服。什么？啊？你说什么？赵将军，皇上正在纳妃娶亲呢，将军还是脱了这身衣服吧。皇上娶的是老十四王爷的表侄女阿拉尔芬为贵妃娘娘的。那是大清门，按照大清祖上的法制，只有太子妃和皇后娘娘的凤眼才能通过大清门的。快快去，不能让他们进大清门。是。赵将军，你不让迎亲的仪仗进大清门，这是皇上的意思？王爷，我是皇上的贴身侍卫，我可是按皇族的法度办事。今天是黄道吉日，赵将军，请你不要搅了皇上的喜事，弄得彼此都不高兴。朕又将害一个如花似玉般的姑娘了。皇上，您怎么还不先红盖头啊？我都饿了。朕不忍心看你，真的。看吧看吧，都三更了。就掀开你的红盖头啊。哎，皇上，赵慧将军等着见您呢。恭喜你。我真的不想见到你，皇上。可朕时时刻刻盼着你回来。跟朕走。来人呐，来人。哎，娘娘，娘娘。皇上呢？皇上到哪儿去了？刚才有个大人来找皇上，皇上跟他走了。娘娘都饿死了，你们帮娘娘去找点东西吃。皇宫还饿肚子呢，还不如在十四王爷府好呢。今日这儿真不吉利呀、啊！没看见刚才那人穿一身校服来见皇上吗？那皇上不砍了他呀？没有啊。哦，是吗？刚才是有人穿校服来见皇上。嗯。说不准是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她死了。那娘娘就可以做皇后了呢。现在可不许乱说。
知道吗？赵辉，错怪皇上。是不是皇后病逝，密不发丧，推缓数日，再做记忆呢？不是皇上，山东巡抚已经禀报军机处和礼部了。你要立即联络朝中年轻的将领，找傅恒、策愣、阿里衮和艾丽达，叫他们遏制住金教的四路兵马，保护京都。只有三天，只有三天就行了。请皇上放心，朝中年轻的将军和官吏对张廷玉和老十四王爷早有微词了。将亲自处理皇后的丧事，这也好，可以蒙蔽他们的警觉。赵辉，特别是你，千万不要来见朕了。臣明白了，皇上。